你看这白颜色的都是嫩条，今年的瑞典女王，真是。你今年好呗？比同年差多了，同年又粗，都是老条。今年的，你看这白的新出来都是新条，你这一捆新条最多，你看细的。你看。你这胶质还比较不实嘛？条太嫩。这珊瑚果冻就这一捆大的哈，一捆大的就三四颗，一共是500颗，三四颗大的呀。520颗。嗯，这珊瑚果冻看到还行，挺壮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农小蒋，我又来了，看看今年的瑞典女王这苗子，感觉。哎，感觉要赔钱呀，不知道种出来结果怎么样，因为像这种嫩条太嫩了啊，嫩条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，所以说哎呀，今年的瑞典女王真是没想到它会这么小。看一看咱们去年，当然去年又养了一年到今年啊，但是去年的瑞典女王比今年好的太多了，今年太次了。这种的瑞典女王他明年养一年，他再怎么长也长不了这样。换个镜头朋友们看一眼，看看咱面前的瑞典女王，这就是去年的，这是同一家啊，朋友们，同一家，去年的瑞典女王啊，不是啊，前年的啊，去年又养了一年嘛，没有卖完。你看看长的，咱就随便拔出来一个吧，反正也是新栽的。看看这去年长了一年的瑞典女王，你看看这怎么都没法比。即使这个咱们明年再养一年，我感觉啊，绝大的概率它肯定长不了这样，长不了这样。因为去年咱们瑞典女王到的时候，它嫩条是很少的，都是老条，今年怎么全都是嫩条，我就纳了闷了。往常咱们修剪的时候，像这些嫩条咱都是要剪掉的，只留这个老条。你看今年这嫩条就不能剪了，一剪的话这就没东西了，这所以说这个明年养一年它怎么也长不了这样。哎，真是。这个咱们去年没卖完的这些瑞典女王，这些修剪过的啊，是咱们做灌木，种这种盆的。然后那些长势更好的咱没有修剪的，朋友们瞅瞅。这几个就是。长得又高又那什么的，咱们就给它编成球了。这是我爸这几天对吧一个工作，四五颗编成一个。所以说今年的瑞典女王明年长一年的话，我感觉它怎么都长不了色呀。咱们今年没有卖完的瑞典女王呢，小蒋也来回出视频，朋友们应该也能看到了啊。然后有做成那个藤本拍子的，有做成这个球的，有修剪成那种大灌木的啊，然后有的是上那个加仑盆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反正说来说去吧，这样的现在小蒋手里拿的这个是真的是不行，真的是不行，朋友们。哎，你看看咱们附近这一片的藤本拍子都是瑞典女王，都是长起来的。你们说这像是去年它扦插的吗？啊，长了一年的嘛，这不像嘛，这我怎么感觉这像他们刚扦插没多长时间呢，全是大嫩条，我的天哪，就这，嘿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进苗的时候，明年应该是小蒋自己去啊，小蒋亲自去的话非得找这老板聊聊去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，给我拿，不知道我的要求是啥呀，哎呀，一天天的，嘿，行了，咱们聊点开心的啊。目前咱们所见到的这些，甭管是大盆小盆啊，全都是两年一个月的苗啊，包括这都是两年一个月的苗，长起来啊，都是今年咱们没有卖完的一些月，包括它们啊，都是两年一个月的苗，然后组成的等等。表现尤为突出的呢是那个爱与和平啊，爱与和平咱们不看这棚，看另一棚的爱与和平，非常不错啊。咱们这一棚的品种比较杂，什么品种都有，但是数量很少，因为咱们摊地部了嘛，摊地部的话小蒋怕它长不起来啊，因为它毕竟没有埋到地下，所以说咱们就不看这棚了，看其他的棚啊，埋地下的那些
看一看爱与和平吧，咱们就看爱与和平。现在去拿一个咱们今年啊新入手的那个爱与和平的苗子做一下对比，一年长起来了啊，朋友们。反正小磊小蒋强烈推荐朋友们去养一养，尤其是有小院的啊，强烈推荐咱们种小院里，长势非常旺盛，然后什么抗病啊、抗虫害呀、等等方面啊都非常棒啊。这个是爱与和平，爱与和平那一捆，那一捆我拍个视频呢。来，您过来，您过来打把手，您给我好出来一个，好出来一个好一点的，扒出来一个好点的，就这个，这个我感觉挺粗的。哎，扒一个好的，走。修剪一下，修剪一下。行了，朋友们，看看，咱们就拿了一个啊，像小蒋手里这一颗爱与和平，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小苗啊，它算不上大苗，小苗，然后就是两根条嘛，就这种。你现在来到了这道棚，看一看咱们已经栽的，对吧？今年没有卖完的那些爱与和平，就是由它长起来的啊，朋友们，我让你们看看，一年这个爱与和平能长多旺啊，绝对出乎你的意料。朋友们，准备好了没？大花国月啊，当当当当，咱们站上来瞅瞅吧，看这一片的爱与和平，然后那边还有啊，咱们就看这儿，看看，这是一颗啊，朋友们，一颗，然后往上看，往上走，看这枝条，看看，看这枝条，朋友们，猛不猛？喏，这就是啊。一年长起来的这枝条一点都不老啊，都是嫩条，然后它的生命力正值旺盛啊，因为两年一个月的苗嘛，这都是两年一个月的苗，然后开花绝对很多啊，所以说你看今年换到了一个大盆，然后咱们可以卖到一个高价嘛，这就是由它啊长起来的，一年的时间长成这样，朋友们，真是不说了，太漂亮了啊，就这。当然了啊，这只是咱们的暖棚，咱们那些冷棚还有啊，因为咱们需要让他们分批次开花啊，你要是一下全都开了，你卖不了它就开败了，所以说咱们按照季节分批次开。怎么样，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爱与和平，突出在什么地方，分枝多啊，花多，它是一个大花国月啊，花很好看，所以说咱们有院的朋友们呢，强烈朋友们啊，建议去种一种这个品种啊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棒，长势太旺了。当然了啊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咱们这爱与和平，今年用的是新地啊，新地种的，然后长势非常的旺，包括其他的品种啊，长势都非常的旺。就是咱们那边175米长的那道大棚，是新入手的一个棚嘛，然后中月季头一年种，呼呼的长啊，其中爱与和平表现最为突出，突出的原因就是分枝多，按粗壮程度来说，那些品种啊都长得很粗壮。但是分支的话，爱与和平，那绝对是这个。最后呢，说一个对吧？选个富啊，朋友们。全体起立呀、啊！我的天，这个啊是今年啊，不是今年，小蒋玩这个，对吧？股票3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次收益啊！我的天。啊，由于呢，这个票呢，小蒋还在持有，所以说我就不便，跟大家分享这个票了。不是分享，我怕朋友们也去跟着小蒋去买，万一未来这些天它咔嚓咔嚓往下掉，对吧？那你说，那我不得被你们骂死是吧？所以说呢，等小蒋清仓的时候啊，再和朋友们说这个票。反正目前我还是很看好这个票的，所以说我并没有去把它卖掉，然后。但是由于盈利了这么多，所以说小蒋这个激动的心情啊，不得不拿出来和朋友分享一下。我的天，今年的过年前这不就有了吗？啊，
那绰绰有余过过年，我的天，真是！当小蒋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心情，今天一整天啊干活都有劲儿，我的天，你们别提，你们是不知道那种心情啊，真是。